这不是普通，我觉得外套我也想脱了，超热。哎，超级热起来了。老板来了，那请你帮忙。好，没问题，交给你了。好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，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坐这，所以我这边弄得比较对。哦，这盘子这样，然后我觉得这样好像会很浪漫。我们会不会先哭啊？因为很久没有跟姐姐两个人单独旅行，那现在有小孩子，以后基本上更没有机会一起旅行，所以真的很想说珍惜这次两个姐妹。然后星空电影，所以我准备了一小段影片，然后想给她一个惊喜。我现在就想哭了，对，我也是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是关于就是我们之前去过的地方，然后做一些剪接。去什么？去曾经去过的其他的地方做一些剪接，所以就是想说给她一个惊喜，她不知道这样子。了解，我会把你弄得很浪漫。对啊，蛮冷。你在哭了吗？收了，收起来了。我们好像还有花哎。哦，有啊，还有剩的吧？那个 Selina 很爱花哦，她很喜欢花，所以少女，我觉得前面好像可以来一点。啊，这样很美啊，好香啊。我们等一下这个拉下来是就可以使用了哦。对，可以拉到多低？我看哦，它有一定的高度吗？有，我们一般到哦，这样就到底了。反正你到时候会帮我们操控吧？可以啊。3、2、3，他们要来了，铁扇公主。好，谢谢。你要去哪里？你撒菜铁扇公主，不用铁扇，这风景已经很大很凉了。对。Hello， 我是张广成。你的客房已经准备好了，想解锁更多客房服务，请订阅光开门就很忙的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关注我们更多消息，我们到时候见。